虎扑12月26日讯，今天 CBA 常规赛山西迎战辽宁的比赛正在进行中。目前双方第二节战罢，山西以49-67落后辽宁。在第二节比赛中，山西后卫张涵均上场8分钟，四投四中砍下12分一助攻一抢断。截至第二节结束，张涵均上场13分钟，六投五中，得到14分4助攻一抢断。来源：虎扑，标签：山西，张涵均。